喂，大姑，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谢谢姑姑。乔叶，看看谁来了。等我一下啊。好久不见啊，乔叶。好久不见。哎，乔叶，你给小薇介绍介绍。这是谁啊？这个呀，林家大小姐。听说这个林小姐就是前两年新兴的一个小众奢侈品牌薇薇琳的创始人，很多明星都是那个薇薇琳的自来水。拜拜哈，好般配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金星张叔叔，我们小叔真般配。该来的还是来。王伯伯好。他就是那位和乔叶的娃娃亲吗？林氏跟贺氏是世交，当年贺家有困难的时候，林家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贺家这边，给过贺家很多帮助，现在还是贺氏的大股东。林董的女儿，大家还记得吧？是，长大了。谢谢伯伯。我出去等他。好。令人心悸的火，令人心动的夜，心悸，什么心悸啊？还心肌梗塞，心动，跟谁心动呢？贺秋燕吗？那是我老公，他敢心动吗？我在他旁边，他敢都不敢动。也不是完全不敢动。我看一下。还是要小心一点，婉言最后那一摔很可能会造成轻微的扭伤。啊，没事。嗯，你刚刚说什么？我说很容易造成轻微的扭伤。不是，第一句，你说也不是完全不敢动。我就知道。毕竟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你说的是？感动啊！你说的不是感动吗？嗯。我要睡了，告辞，晚安，再见。你这样很容易缺氧的。没事，我冷。好。晚安。喂，喂，睡了吗？聊会天呗。莫名其妙打什么电话，这么睡了？啊，等等，你觉得林小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她是不是很优秀？一直都很优秀。林家人对自己的子女都很严格。那你们俩是不是很合得来啊？我们两个人小时候都很喜欢数学，都在数学上。
那她漂亮吗？嗯。那，她那么漂亮，又有才华，应该很多男人追吧？嗯。你们是不是订过娃娃亲啊？早点休息，给您的手机省点电和流量啊。哎，我充着电呢，而且还有 WiFi 呢。哎，那我问你啊，为什么你们订了娃娃亲却不结婚呢？我准备关机睡觉了，晚安。哎，不。不好。又有钱，又有才华，长得又漂亮，谁差这点儿啊？不过就是初恋嘛，我就不信有多了不起。初恋对男人来说那么重要吗？啊，简约，你到底在干嘛呀你？怎么样，昨天晚上回家有没有给我们贺总来一个三堂会审呢？还三堂会审呢？我以什么身份什么立场审啊？那你就准备这么憋下去，憋出内伤来啊？说得对，我不能憋出内伤。还不回我呀？你怼我呀？你不是挺爱怼我的吗？还没回？贺小燕，我警告你，我数一二三，你要是再不回我的话，我就生气了啊！你哄不好的那种。一、二、三。嗯，你为什么就是不回我呀？你平时不都是秒回的吗？你，嗯，难过。姐，嗯。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永远都是我的女神，你跟贺总才是最配的。怎么了？你五级网变二级了，你快看微博。贺乔燕、白富美未婚妻完爆秦以月，楚林伟啊！我早就说过，秦以月和贺乔燕一点也不配。有一说一，林伟真的太有气质，顶级设计师加霸道总裁。这才是言情标配，秦以月是什么半路杀出来的心机哥？我的天啊，这么会编，为什么不去写网文小说啊？他们这是嫉妒。还有你，你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师兄侄帮忙做义务兼职的，不是来八卦的。陈姐，你真的不在乎啊？这不就是八卦吗？有什么好在乎的？姐，你去哪儿啊？我去接小宝。网上帖子太多，我怕这些消息会传到小宝耳朵里。这出了事儿，你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小宝。这些事儿我们大人能明辨是非，但是小孩子不一样。可是，
你这不担心你自己吗？这些帖子普遍对你都有很大敌意，有些甚至在污蔑你啊。那你自己想一想，我遇到贺乔燕之后上热搜是不是家常便饭？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造谣我。好了，你照顾好这儿，我就先走了。秦医生要去哪儿？那医生，你看，网上都说他跟贺总是娃娃亲，秦医生就变成了第三者。好，知道了，回去工作吧。下周的工作行程都安排好了，您看一下。另外，网上关于秦医生的舆论需要处理吗？什么舆论？通知法务部门，让他们进行处理。签名之后，我要应对方案。是。小宝，我已经接回家了，放心。还好吧？什么呀？网上那些帖子的事儿。啊。有你在我身边一直帮我，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而且你肯定已经让贺氏强大的律师团出马了，我跟小宝只要断网一晚上就天下太平了。律师团已经在处理了，晚些时候应该就会有结果。我公司还有一个会，我先过去，今天晚上就不回来吃饭了。好，走了。小医生跟白富美一比丑爆了，贺总只是玩玩而已，灰姑娘迟早被甩。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算了，我才不生气，气死是没人提。小宝，妈咪来陪你玩了。等很久了吗？我也是刚到，我只是没想到大姑也约了你。我也以为大姑只约了我。小维，大姑，那你们先聊，我去趟洗手间。恭喜你，手环获得了董事会的支持。是您做的吗，大姑？什么？是不是您在背后推动自媒体，让那些网络帖层出不穷？哦，是。原因呢？网上那个帖，是让秦雨夜认清自己最好的方式。我要让他清醒的知道，你们俩不合适。秦雨夜是我的妻子，我说他合适，他就合适。即使他合适你，但他不适合做贺家的儿媳妇，所以就不行。我现在提醒你，你现在的责任就是要经营好贺氏，那是你爸和你哥的心血。如好了好了，先吃饭吧。我还有事。你慢慢吃。乔燕公司有事儿，先走了。这孩子呀，就是个工作狂，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没事，大姑，我能理解。我和乔燕一样，有时候忙起来可以两天不吃饭不睡觉。你呀，跟乔燕是一样的，都是懂事的孩子，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我知道，林氏和贺氏的联姻，对我们两家都好。网上那些帖子，我已经安排下去了，大姑您尽管放心。果然是你啊，大姑，真没看错人。那你不介意乔燕和那个女孩子之间？您不是说了吗，他们只是合约关系而已，不是真的结婚。是乔燕对那个女孩子好像动了点心。谁年轻的时候没有过几个不切实际的梦呢？
我和乔燕这样出身的人，终究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轨道上。这位秦小姐，我相信很快就会离开乔燕。来，没什么想要问我的吗？哎，等会儿。哼。哦，你刚刚说什么呢？哦，喝水。谢谢。帖子的事情。我还想说，这帖子怎么越来越多了？怎么回事？出现了一些状况。是因为大姑吗？嗯，我一猜就是。抱歉啊，对不起。你一句抱歉算什么呀？点诚意都没有。我们合同里面有约定，出现这种情况，我要赔偿你精神损失费。10万，你到场查收一下。大哥，你这种行为是很容易挨揍的，你知道吗？你要是真的觉得抱歉的话，那要不我们的合同期限减少一个月？不可能。半个月？不可能。一个礼拜？不可能。你怎么这么抠啊？喝吧，皮。你就这么急着想离开啊？你是不能理解我这个向往自由的心呐。行，那我就给你自由。真的吗？这就是你说的自由啊！从现在开始，给你24小时的时间，享受你的自由。还真是喝马屁。怎么了，何飞？爸爸跟你说过，不可以。小宝，妈咪给你买。今天我是自由身，谁都管不了我。走。老板，要个棉花糖。谢谢，多少钱啊？25。好嘞。下不为例啊！你别动，我觉得有人在偷拍，肯定是来写我的。你看我不手撕了他们？干什么？是我安排的呀。既然我们管不了那些坏人的手段，那我们就制造一些粉红色的帖子，把他们都盖下去。好招啊！那就让他们看看我们一家三口到底有多幸福。啊啊！啊！来吧。开心一点啊！哎，来整理一下，去吧。打个招呼。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我跟你一起送小宝来上学，然后再开车送你上班。
贺总，其实我们昨天逛街吃饭之后，网上出现的反讽帖子已经够多了。够吗？还远远不够。好，送你去上班。满满的仪式感，请。这么会聊，可以啊。欲盖弥彰，很到位吗你？坐好了。有什么好？我还没起来呢，我。哎，别开呀！